姐。哎，快上来，下雨呢。哎好。哎呀，这大雨天的还折腾你一趟干啥呢？这大雨天你也不带个伞？不是，我这活习惯了不带伞的，都是披雨衣啊。那你雨衣呢？那怪埋汰的，再给你这车啥的整脏了。你说，哎，我这给你擦擦水也没有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，习惯了，活了活了。我就拿这个擦一擦吧。别，再给你整脏了。哎呀，那没事儿。你这、我叫你没啥事儿，主要就是昨天我看你也没同意。啊。我看你啥想法啊？我你既然你来了，我实话跟你说了，姐啊，你说别接呗。你看，我这活也刚开始不久，就是寻思以后干时间长吧，能挣的更多，就寻思呢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你都叫我一声姐了，还添啥麻烦呢？不是，关键实话实说，你对我属实挺好的，但是总是这么欠你人情，我真是不好意思。对吧，我就觉得吧，我的想法很简单，你这风雨来雨里去的，我觉得挺不安全的。这份工作我觉得还挺体面，以后找女朋友啥的也不至于让人觉得那么那样。关键你这不是白捡钱一样吗？老这么麻烦你，我上哪过意得去？你说正好我也缺，你也需要啊，俩好嘎一好呗。要不你要不你可别哎呀了，拿着、哎、这是备用钥匙，今天我先送你回去认路，明天你接我啊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你了，鱼丸姐。小丸姐，别鱼丸，鱼丸不好听。挺好吃。走吧。